完全不相信有鬼，但是有一次我在睡觉的时候，我突然睡醒了，然后我房间真的很暗，但是我发现在一个角落就是有一个人在站着，一直在看着我，但是我没有看得很清楚是男的女的，就是我没有看得清楚是他的脸，然后我发现我完全不能动，我也不能说话，然后我很用力的开始要动要说话，但是没办法，不要尖叫也不行。过了可能30秒之后，我才有办法起来，然后我起来开灯，但是没有人在里面，然后我去客厅也没有人，我去看我们家的门，然后也是锁的。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又发生一次，就是一样的事情。然后隔天我跟我朋友说，就是我房间好像有鬼，就是我自己不相信，但是就是事实上有。他说这个不是鬼，这个叫做那个睡眠幻探，就是鬼压床的意思。对，台湾的鬼很凶哎，我觉得，你看那是在欺负外国人哎。对啊，但是台湾的鬼其实很。可是你那时候是他的室友，对不对？